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佛慈龙王，若利贪欲，即得成就无种自在。何得为无？以三业自在，住根具足故。二财物自在，一切冤贼不得故。三福德自在，随心所欲，勿戒备故。这个三条了，前面介绍了，今天我们接着看。四王位自在，真奇妙物，皆奉献故。从这里看起，这是世尊对龙王说的。龙王表法的意趣，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在社会上，各个阶层居领导地位的人都有王的意思。说王位自在呢，就是你的社会地位在群众当中领导的地位，你永远会被群众拥护，这就叫自在。群众都能听从于你，你能够任意的发号施令。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贪欲。你没有贪欲，你的福德了，决定是自己一切众生。众生言有不拥护之理呢？言有不爱戴之理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要知道学习无论我们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决定要断贪嗔痴，我们就能够得大自在了。底下两句是真奇妙物，皆奉献故。因为得到群众的爱戴，群众有这些珍奇之物，都会供养你去借奉献故。供养你，你会不会去享受呢？不会的。怎么知道不会呢？因为你没有贪欲所以大众的供养，用现在的话了，你决定是回馈于社会
啊，你一定啊，也同样的布施供养一切众生。因果是循环的，你能供养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必定也要供养你。这个果报无比的殊胜，如果你做一个领导人，你有贪欲，你想得的珍奇宝物啊，自己享受，不肯供养别人，而群众啊，所有的珍奇宝物啊，也都各自藏匿起来，也不会奉献出来，于是这世间的珍奇宝物都被掩埋了，不能够发挥它的德用，这在佛法里面讲这罪业啊，什么罪业呢？不能够无尽其用啊，社会真正走向繁荣兴旺安和乐利，必定是人尽其才无尽其用啊，这两句话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啊，人才我们要重视啊，要尽量让他发挥，决定不能障碍，障碍在佛法里面讲得愚痴果报啊，不但是我们自己啊有能力啊，有智慧，不愿意教别人，这叫令法。看到别人有才华、有智慧，去障碍他，啊，不能让他圆满的发挥，这比自己令法的罪过还要严重。佛告诉我们，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也。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障碍法施得愚痴果报。啊，因果的定律是真的，是事实真相。啊，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何以不空啊？转变不空啊，因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因果永远在转变，永远在循环，永远在相续啊，所以从转变、从相续、从循环，它不空。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我们怎样使自己是越转越殊胜？这每个人都期望啊。可是你没想到，
如果只着眼到为自己的殊胜果报，很难得到。应当把念头转过来，像诸佛菩萨一样，啊，念念希求一切众生呢，是越转越殊胜。啊，把自己忘掉了。只有众生呢，没有自己。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在其他宗教里面，这一切神明的境界。啊，中国人论神，聪明正直，是为神。啊，佛家讲，生佛平等。啊，中国古德讲，天人合一。啊，人是不是佛？是不是神呢？是的。聪明正直就是，啊，聪明是具足智慧，正德是具足性德了。啊，那么这是从因果循环里面我们见到了无比殊胜的果德。第五种自在，所获之无，过本所求，百倍殊胜。啊，或是你得到的，不是你求的，自自然然得到的。啊，超过你自己的所求，超过太多了。这个不，不是一个数字，是形容词。你所获得的福报，与你所修求的功德决定相应。佛的功德大，灭度至今三千年了。你看看现在世间人，啊，对佛菩萨的奉献，啊，佛菩萨不住世了，要住世那还得了吗？什么原因呢？由于习食不坚忌故，啊，坚是坚贪，没有贪心，没有吝啬，啊，对于别人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啊，菩萨念念成人之美呀，啊，这是我们应当学的。那么反看今天世界上，啊，社会人心，啊，大多数坚固执着贪欲，啊，可是我们看到一些人呢，还是有大富大贵。你细细想想，那什么原因？过去生中修积的太厚了，他要能够舍弃贪欲，舍弃奸计，
那就像中国古代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它至少要传个十代二十代啊，非常可惜，过去修的福，这一生搞贪嗔痴，啊，迷失了自性，一代就完了，啊，下一代就没有了。啊，诸位特别去注意。各个阶层领导人，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工商界的领导人，他能传几代？啊，中国过去，啊，帝王的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都能传十几代呀！啊，他在做帝王的时候，他也修德，他积德，修善了，接受圣贤的教诲，啊，做臣子的也懂这个道理，啊，我们同修当中。啊，法隆法师刚刚从苏州回来，在苏州这个地方，大家都晓得范家了，范仲淹范家，啊，这是做臣子啊，啊，他知道利益三多烦恼，他知道利益千令嫉妒。一生当中为国为民，传给他的子子孙孙啊，都效法祖宗啊，他们家一直到今天都不衰啊，代代有贤人出来啊。啊，这印光大师对范家非常赞叹，从事于工商业的，我们看到属于老字号，也能传几百年，他的生意兴隆啊，他不会失败，原因在哪里呢？没有三毒烦恼，为社会，为众生服务啊。不是为贪利贪财，不是为这个，啊，是为众生服务的，啊，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非常满足了，啊，多余的都回馈给社会，他这个生意可以绵延，也是绵延很多代。凡是违背圣贤人的教诲，作恶不知道修善，前世福报再大，一生就完了。啊，甚至于还有啊，这一生都保不住。晚年的时候就败了，像我们现在看到公司倒闭了，破产了，那是福之薄者呀，福厚啊，可以保住他一生啊，保不住子孙啊，这是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细细观察就明白了，才知道。是出是法，总不离因果。
啊，那么这是五种自在啊，利贪欲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幕后这一段，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三界特尊皆恭敬仰。啊，这是学佛的人懂得，不学佛的人，他祈求他的福德了，子子孙孙都能够延续保持，这是世间人的观念。学佛的人的观念呢，这心胸更大了。啊，他回向法界，于是这种善行就变成了信德。啊，信德是没有边际的，没有穷尽的，啊，所以到自己成佛的时候，就同其他诸佛如来一样，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在三界教化众生，都为一切大众尊敬。这个特尊是特别的尊敬。皆恭敬仰。一切众生尊敬你，供养你，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大福。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了，什么叫回向？什么叫菩提？因为这一句是因呢。三界特尊皆恭敬仰，那是果报啊！这个因要怎样修？这是我们先前非常关切的。回是旋回，本来我们自己修学的功德。必定是自己获得果报。我们现在回转，我所修集的一切善行业因，我不求个人的果报，希望把这个果报给一切众生，这叫回向。如果这个意思还不能明了，我们举个比喻来说。像农夫种的这些农作物，种的一些稻米。每一天辛勤的耕耘在播种啊。到收成的时候呢，自己不要。给一切贫苦没有粮食吃的这些众生全部供养，收成都给你们，这就是回向的意思。一般人呢，总是我自己留一点多余的才布施，这个不叫回向。这个是我们平常讲的布施供养，回向的时候自己完全不要，全部的供养大众，
那这样一来，那自己没有了怎么办呢？自己有别人自然供养你，而且是你所收获的超过你的所需。你能够布施别人，果报立刻就现前了。所以不可以贪心呐！100%的奉献，这是诸佛菩萨。所以人家三界特尊呐！没有人不尊敬，没有人不供养的。自己还要留一点，留1%，布施99%还是不干净。佛在这个经前面呢，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说我99%布施供养，还有1%留着自己受用，夹杂着毫分不善。这个道理很深呐！世间人想不通啊，参不透啊。所以世间人做不到，世间人修善不纯，所以我们常讲啊，善恶混杂，它不是纯善。诸佛菩萨所修的呢，纯善。祖师大德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所修的纯善。所以果报无比的殊胜，这是我们要觉悟，我们要学习的。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倒数第三行看起。佛此龙王。若离嗔恚，即得八种；喜悦心法，何等为八？一无损恼心，二无嗔恚心，三无赠送心，四如何制止心，五得胜者慈心，六常作利益安众生心。其身相端也，众公尊敬。八以何人故所生凡事，是为八。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得无碍心，观者无厌。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用现在大家容易懂的话来说呢，就是三种根本的病毒。我们人身体之不健康，这有很多病痛是从这儿来的。人由六道生死轮回也从这儿来的。如果把三毒烦恼拔除了，不但你身体健康长寿，永远不生病，而且六道轮回也没有了。所以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呢，特别强调十善业道。特别在这部经上，这部经是佛家修学，无论是大乘小乘，是哪一个宗派，哪一个法门，这是共同学习的课。离开了十善，就不是佛法了。而且佛在此地特别嘱咐我们。菩萨何以能成菩萨？
就是昼夜常念十善，没有间断的思维十善，观察十善，不容许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成了菩萨了。这就超越六道了，就能转凡成圣。我们凡夫修行为什么这么艰难？这个十善没有完全做得好，纵然做到几分之几，还掺杂着不善在里头。我们自己很冷静地做一个深深的反省，我们的食物多过十善，这样的人念佛都不能往生。所以诸位要记住，为什么念佛不能往生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我们不是上善，阿弥陀佛纵然慈悲接引我们，那个地方的大众不能容纳你，所以你还是去不了。那么由此可知，这十善是多么重要，不仅仅佛家重视，我们再看看所有的宗教都讲到十善。那么由此可知，十善业道是世间所有宗教共同修学的法门，我们怎么能疏忽呢？来生要得人生，要凭借十善业道；来生要升天，也要修十善业道。如果不能修十善，还是造十恶业，那三途就有份了。我们的眼光啊，要看得远一点，不要怕死。哪一个不死呢？人都是要死的，早一天死跟晚一天死毫无差别。所以我们不怕死，问题是死了以后到哪里去，这个问题严重了。佛家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因果何以不空呢？因果是转变不空，因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因果永远在循环，所以它是转变不空，循环不空，相续不空，这是真理呀。事出世间法的定律，我们真正明白了，觉悟了，绝不贪图眼前这几年的享受，这个享受是将来痛苦的根源，我们能够放下这几年物质精神上的享受，你得来是生生世世永远的安乐，要懂这个道理善行的标准，什么是善呢？利益社会，利益众生。怎么样利益呢？自己要做一个样子给社会人看。学佛，佛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样子，我们要能够仿效啊。
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社会上有崇高的地位。啊，他是王子出身呐，他可以继承王位也，他能够舍弃。啊，舍弃他的地位，舍弃他的富贵，啊，舍弃他五欲六尘的享受，啊，他有妻子，啊，他能舍弃啊。过什么样的生活呢？过世间最贫苦的生活。给我们做榜样啊。他叫我们放下，他自己确实彻底放下了。世尊如是。你再看看新旧约全书，耶稣基督也如是。啊，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也如是。再仔细观察佛家诸大菩萨、祖师大德各个示现的无不如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啊，从这里醒悟过来啊，啊，怎么救自己，怎么救世人，来挽救这个劫难，要以身作则。啊，如果说的是一套，行的是一套，无济于事。不能转变业报啊！啊，不但不能转变业报，而且我们还有很重的罪业。啊，什么罪业呢？破坏佛教的形象，这一条罪业就是等于破活合僧，四众弟子都有份。我们要晓得，决定不能大意，决定不能疏忽。佛家的四众弟子，在家出家，念念为众生呢，念念为正法久住啊。啊，这样殊胜的大法，今天为什么衰落到这个地步？没有人依教奉行，没有人为人演说。啊，为人演说就是弘法利生，依教奉行就是自度啊！啊，依什么教呢？依十善业道。啊，我们大家都修净土，修净土何必要这样重视十善业道？诸位看看《观无量寿佛经》啊，佛给我们讲修学的基础，净业三福啊！啊，净业三福里的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啊，十善业就是指这部经啊。啊，孝亲尊师，慈心落实在十善业道。没有十善业道，你前头都做不到了。啊，你不孝啊！
不敬，没有慈悲心呢。这个慈悲心呢，是对一切众生无私无我的爱心。把十善业道做出来给大家看了，让他在见闻觉知里面呢有所起悟，觉悟他才回头，不觉悟是不会回头的。所以世尊这么重视啊，有这个基础才能够修净土。净土是大乘法，但是我们其他的没有，只有这么一条，念佛能够往生凡圣同居土，是净业三佛具足这一条，少分呐。我们修这个法门能成就啊。如果再能具足第二条，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个三条你能够，这个三句话你能做到，你念佛往生方便有余土。如果再把第三条也做到，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你往生的是十报庄严土啊！修行的根基在此地。《无量寿经》里面关于十善讲的也很多，三辈往生。就居足十善法，我们怎么能够疏忽呢？净宗的同学，我们的朝暮课诵，早课选读的是48愿。晚课选读的是32到37品，内容是什么呢？五戒十善。这里面讲的详细了。每一天做晚课，用它来反省检点。佛教给我做的，我有没有做？佛不许可我们做的，我有没有犯？这样做晚课就有功德了，不是早晚课念一遍给佛菩萨听呢，那有罪过，什么罪过呢？欺骗佛菩萨，早晨在佛像骗他一次，晚上又骗他一次，你的罪过不落地狱，谁落地狱呢？早课时。用意是叫我们发心呢，我们要发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心，一样的愿。晚课是检点我们自己的心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改过自新啊。烦恼里头最严重的是贪欲。我们在这一段讲的也特别详细。嗔恚怎么起来的呢？贪不到才嗔恚嘛。如果你所贪欲的都能得到，那你就不会起嗔恚了。诸位要晓得，贪嗔痴是妄念啊。是妄心的，
是邪知邪见呐！自性里头本来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很不幸，无量劫前迷失了自性。常劫轮回染上这个毛病了。就像这个吸毒的人染上了毒瘾，自己总要觉悟，染上这个毒瘾，现在要决心戒除。这个世间吸毒的人戒毒都不容易。这个无始劫以来的毒瘾已经生根了，要戒除它当然是更难。怎样能戒除呢？佛菩萨教导我们，我们自己这一生修学的经验，证明。佛在经论上所教导我们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只有这个办法，我们才能够戒除这个毒瘾呐，才能回头是岸呐。每一天读经都还不够。要研究讨论，要详细讲解，一天都不能放过。古时候寺院丛林每一天有8个小时讲经，有8个小时修行。修行是什么呢？反省，思维。改过自新，这叫修行呐！修行是把自己的过失、把自己的毛病修正过来，这叫修行。现在一般寺院庵堂里头，这样的功课已经没有了，都流于形式。形式，所以才叫迷信呢。佛法原本是教学，流于形式，实质内容没有了，就变成宗教，变成迷信了。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没有能力辨别善恶，当然更没有能力辨别真妄甚至连对自己利害得失都不能够辨别，这是迷惑到所以然处我们自己迷惑，带给社会大众是痛苦。一定要觉悟！我个人觉悟，个人解脱了。帮助别人觉悟别人也能得解脱。所以诸位要记住一个事实：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常讲，1万个念佛人，真正能往生的。2、3个人而已，什么原因？这2、3个人真干，念佛不能往生的，没有真干在古代，每一个人知道自己修行，所以佛只是讲经说法，从来没有临众共修过。
我们在经典里面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带领大众打个禅期、打个佛期，没这个事情。世尊49年只有讲经说法。修行呢，所以修行在个人呐、个人呢，闻经明理之后啊，都知道修行。所谓是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可是到了末法时期，众生根性钝了，烦恼业障重了，不知道修行。懈怠懒散，这很可惜啊。所以马祖道义和尚跟百丈禅师发心提倡共修，共修是什么？依众靠众。儒家所谓的是舍莫所事，舍手所指。大众在一块的时候，我们不懈怠就不好意思了。用这个方法，成就了不少人呐、是功德无量啊！个人能够修行成就的，给诸位说，上上根人，中下根人，个人修行成就很困难呐、必须要依众靠众。这才有大家共修集合同修同学们志同道合的，每一天在一起研究讨论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我们才有能力应付这些复杂的思想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得清净心生活在一起互相协助互相照顾这就叫依众靠众靠大家帮助靠大家协助成就自己务必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消除掉净宗是大乘古德告诉我们大乘当中的大乘一乘当中的一乘无比殊胜的教法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的话你的观念你的言行必定不同于凡俗为什么呢一定要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修行成就了不足以为社会大众做榜样所以菩萨能够舍己为人的念念为社会着想念念为世界的和平安定众生幸福着想从这个地方做出贡献这是大乘菩萨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此地。